科学、宗教跟艺术啊，它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就是说在寻找、那些我们自己不知道、看不见、摸不到的，可是会影响我们的力量啊。像科学在做什么？你看，我们现在知道说没有氧气会死啊，是。可以前谁看过氧气？是。现在也没看过氧气。是。可科学家说，哎，有氧气。艺术家做的也是一样的事情，就说，哎，怎么样的造型了、哈，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文字的组合，怎么样的音响的组合，会感动你。宗教基本上也是在探寻这些，探寻这些这个，你不知道、看不见、摸不到，可是会影响你的力量。比方说，说有神在，那不得了，神会影响你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所以这个，所以宗教的也是同样的在寻找这些，都在寻找、发现嘛。这个福慧双修本身它就有点矛盾嘛，你这样一些平常心，你要去找福干什么？真的平常心就是一切平常嘛，所以八风吹不动嘛，对。因为禅宗认为说这个成道非有事前啊，你圈权再多，你没有任何功德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人的功德就是把自己的佛性修出来嘛。除了把自己佛性修了，把自己变成佛之外，你没有其他功德。你去捐钱半天，你自己还是个凡夫，啊、哦，没有功德。所以这样一讲的话，很多庙都没生意了。